但其实是目前最常用的打法。它比平截呢会更正式一点，它因为它打出来其实是对称的。我们来试哈，一边是短的，一边是长的，一样是细的是短的，宽的是长的。好，长的压短的，左手捏住，现在要多绕一个小圈。好，从后面绕到左边，左边一小圈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拉紧哈，到时候结才会响。拉紧以后呢，好，用手指给它扣住，走到前面来。好，把这个圈从前面一样绕一个大圈，跟刚刚平结一样，从后面穿出来，再进行刚刚几个圈，拉紧。我这边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哈。拉紧以后呢，一样，左手可以放开了哈，拿后面这根细的手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要注意到这个结是对称的，所以很多上班族如果你需要结是对称，可以有这种打法。它一样就是不会绕很多，一样可以打很长的。好，那我们要确定它有没有打错的话呢，把右边这根抽出来，好，一拉开了，所以代表后面的变死结是正确打法，这样子。